可是他到北京去，会不会觉得他又在追求他自己的历史定位？任何一个人想追求自己的历史定位，我都尊重，但不要绑架台湾。我们只求不要绑架台湾。你今天要怎么幻想自己历史定位，我们控制不了你，但不要拉台湾下水。台湾人有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我们想看，是昨天那个协商又二度的破局，然后就是咨询权的。我们这个部分就互相尊重啊。那书面呢，就帮我们还原一下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这部分我们可以互相尊重的啊。这点是说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你打给我嘛，对不对？老师讲说，后面讲好不好？不要待在这里。好，发挥。那我说这部分就麻烦大家就不要用这。这空其他的片段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就那就这次就非常尊重，那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吗 ？OK OK， 我们就这就那个可以吗？好，好啊，我谢谢，谢谢。还设的，好，给你拿自己的麦就可以了。你帮自己先敲个门，敲个门，敲个门。哎，大客蹲。请问韩院长在吗？我是邱志伟邱委员，还有郭委员，还有生态委员，还有主任委员，我们来拜访一下韩院长。韩院长在吗？我们都是被你没收总执行权力的立法委员。我有事情要跟韩院长商议一下。请问院长是不是已经下班离开了？执行权，院长在吗？请问办公室主任在吗？借我一下。好，这个没有应门，是没有应门。他是真的看起来今天下午有行程跑掉了。我想院长可能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啦，哈，就是没收用七分钟主持院会，没收了大家的质询之后就离开了，不然怎么会应门也没有人敲门？对。嗯。有人在吗？今天上班时间，院长在吗？院长不在了。院长为什么可以不在？下班了。院长不在。啊！所以原来是因为院长赶着下班，所以没收我们质询的权利啊！花七分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完，照理来说，今天下午应该质询到四五点的时间，对哦，应该质询到傍晚，应该质询到。但现在院长已经不在了，四点至少是不是院长赶着下班，没收我们的权利？院长确定不在吗？不知道。如果再请他出来。不在就不在，有什么好说不知道的？那我们有东西要给院长，我就放在院长室门口，可以吗？来啊，可以偷一点的设计。对的，给他办公室。这是院长。院长来了。坐下来，老公，谢谢。院长，我穿着高跟鞋，差一点就扭到脚啊，还要从这个。好，今天大家在立法院关注的一个议题哦，就是韩院长昨天开了一个朝野协商，就把大家找来是针对之前那个所谓质询开天窗的这个事情来做讨论。但是大家先不说里面的内容，我们先发现今天原本要质询的，包含了像是那个时候的一个事主洪生汉委员哦，他就突然把这个改成书面质询了，这让大家怀疑说，因为上一波他们的林楚英委员也是说，我上一次被韩院长没收质询了，所以我心生恐惧，干脆我改书面，至少。我还质询到，难道今天洪生汉委员也是这样子吗？奇怪，怎么会因为心生恐惧就不敢质询呢？身为一个国会议员，这么没有 guts。那之前我们看到去闹这个韩院长、院长室的这几位委员，当初说他们要还我质询权，结果现在就有的质询，他们自己却白白浪费掉。啊，自己的口头权白白浪费掉。那现在这样更可以证明，当初他们去闹就是为闹而闹。他们只是当初只是故意要羞辱这个韩院长，说你是不是就是要提早休息？你是不是要跑去喝酒？甚至还有说他去这边吃水煎包。对，就反正他们目的只是要说好像是韩院长不认真来掩盖。事实上是民进党委员自己不认真，本来事实上立法委员自己要用书面质询或口头询都是权利嘛，都是可以嘛，都是一种质询，对，都是可以的，不是说不行，而是说
当叫到你不在的时候，你三叫号三次，你被跳过以后，因为你不在现场就被跳过以后，你自己事实上就应该认了哦，这是你自己不管是什么原因哦，有的可能有正当原因哦，去做选民服务来不及回来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可能有，可能有他自己就不想去，这些都不是可以就责的事情，但是是今天是这几位委员自己把事情闹大了，那后来闹到没有台阶可下的时候，没有台阶，他们又轮到他们自己可以口头咨询的时候，他们又放弃了口头咨询，那当初到底为何而闹呢？这个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他们只是为了羞辱韩院长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